我现在要煮的是勇士汤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佳佳。嗨，我是赤木。我们今天在家里，我们要闲聊、唱歌，很自由的介绍一些很有风味的美食，也没有很认真啊。开心就好。我现在要煮的是勇士汤。勇士汤。勇士汤呢，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素豆排骨汤。哦、素豆好像很厉害哈、哦。素豆哦，大家都说这个是很厉害的某一种功能。对这个男性病变流好像很有帮助，对不对？我是不需要啦，所以我没有吃过。哦，那等一下你可以试试看。好像可以试试看哈、哦。然后加上排骨当然是最好。其实素豆是蛮凉的一种食材。哦。对，就加上。比较温润的，就是有一些肉啊、姜啊，还有这些调味料一起的话、嗯，也是非常美味的。哇，现在防疫的这个时刻，这个提升免疫力跟抵抗力还很重要。对，非常非常重要。嗯、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食材，素豆刚刚讲过了，嗯、排骨喽。哦，排骨。对，排骨就是很普通的排骨。它看起来蛮漂亮的，很普通哦。嗯。就是很普通的排骨啊、哦，好吧，好吧，很普通。它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哦，它是猪的排骨啊、哦，原来是猪啊。嗯、然后再来这个是菇菇，这什么菇啊？嗯，我不知道這。哇，不知道。乱来耶、欸！这是葱、蒜苗、姜片。嗯，其实如果一般在家里的话，我们姜其实是一整块拍的，把它拍碎，姜的味道会更丰厚。嗯嗯。盐、白胡椒，再来一点米酒，可以去腥的。这个素豆要先泡一个晚上。为什么要泡这么久？因为它很硬啊，你直接这样子煮，它其实煮不开的。所以已经滚了，我们把素豆放进去，把它煮软、煮熟、嗯。那这样子，大家都在家里都在做什么呢？除了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煮菜，就陪小孩玩啊。啊，不对，被小孩玩。啊，对，我忘了戴手套了。哦，为什么要用到这个手套啊？没有，因为我想说我的手长得不是很好看，所以还是戴个手套好了。而且做料理嘛，这样感觉很专业啊。嗯，卫生。趁现在切个葱，那我们切断就好了，我们不用切到花。嗯、我的手在这里哦，不要切到。已经滚了！哇哇，恭喜恭喜！然后现在我真的好热哦，戴手套，我不想戴了。所以要把这个素豆捞起来，所以这捞起来是就不要了吗？嗯，好，我现在把那个水倒掉。哎、这个很香的味道、欸。我们要煮排骨喽。我们把这个普通的排骨放进去了，等它水慢慢滚起来。毕竟煮菜就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嘛。嗯。哇哦，排骨、素豆都已经准备好，姜片先下去。你喜欢吃生姜吗？哦，我很喜欢，我超喜欢吃。那我全部下咯。好，我好喜欢吃生姜，我会在家里生吃，用啃的。太厉害了吧！有一个歌迷知道我会这样吃，他自己在家里试，因为他说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哎，后来他就传讯息说好辣哦。很可爱吧？滚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加其他的东西下去。是。好，可以唱歌了。好，唱歌吧。选择在晴空万里的这一天，我背着钓竿独自走到了东海岸，徜徉在海边，享受大自然的气息，这所有的烦忧，心情放得好轻松。云儿在天上飘，鸟儿在空中飞，鱼儿在水里游。以为在碧海蓝天悠悠自在的我，好满足此刻的拥有。Yeah.
我们这样唱一唱，里面好像也快要滚了。对啊，里面。其实在家里这个汤呢，我们要熬的时间大约是两个小时左右。哦，票，现在两个小时已经过去啦。过去啦，它还是没有滚呢。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把米酒放进去，葱葱也进去吧，可以做调味的动作咯。嗯，我们就酌量吧，酌量全部。全部酌量，对。全部也是一种酌量。喜欢胡椒粉吗？哦，我觉得胡椒粉蛮香的。嗯，好吧。哇，哇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的汤也煮好了。对，我蒸好，还给我这么大一个姜片，还有很多素豆。哦，哇哦。没有，我们就是试喝一下啦。嗯，来试试看咯。嗯，好喝吗？怎么了？你很好喝啊，它的这个香气啊。没有，我怎么想到说，怎么会是你来吃我煮的料理、啊？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吃到家家做的料理，真的太特别了。但是不只有这一道而已啦。啊，真的啊？对 对, 對，我们先暖个胃，喝个汤。哇，太期待了！我觉得这个汤很特别，它喝的时候那个香气啊，是会从这个鼻子这边冲到你的这个额头这边，所以这个很有洗脑的这个感觉。醒脑，醒脑了，不是洗脑。醒脑，哇，这不错哎。大家在家里也可以做，然后其实它不难啊，只是我们刚刚一直在乱聊而已，大家会觉得你到底在教什么？本人我就是那么随性。那希望呢，大家待在家里的期间呢，喝上这么一碗暖暖的勇士汤，嗯，可以带大家很多很多的勇气跟活力哦。嗯，下一集我们还有下一集，哇哦，还有其他的菜色要介绍给大家。嗯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我先喝汤啦。好。